干嘛？好啦，麦乱啦，我们还是请正式表演的人来吧。我们欢迎第一个表演魔术的人。表演。欢迎第一个表演魔术的人。我们分别是由五所学校所带来的表演，分别是由玉井工商、台南高工、曾文家商、曾文能工以及华德工家所带来的魔术。让我们掌声欢迎。首先谢谢各位大家来观看我们这个表演。然后我现在表演的是2015最新的验钞方法，可不可以借一下1000块？现在各位观众手上有1000块，谁可以借？有吗？有人愿意提供1000块吗？哦，那里有没有看后面有小孩子那边的？这边有小朋友。不好意思。来，请各位看好，我手上这边有一支笔，以及1000块纸钞，然后这支笔跟纸钞融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如果它破了，代表这张纸钞是假的；如果它没破，代表它是真的。那我们掌声谢谢他带来的表演。这是真的，你看，都是真的，有防伪。谢谢。那让我们欢迎。